其实表演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因为我很喜欢看到别人开心的感觉。那所以从小呢，就是不断的在酝酿说怎么样将来有一天真的可以到演艺圈。直到民国78年的3月15号，终于进了演艺圈。我觉得跨进那个门槛是一件要非常庄重的一件事情，你才有办法把导演、把编剧交给你的每一个任务，能够做最好的揉捻，然后转化成你要给观众看的那一面。从小我就是很喜欢看课外读物，很喜欢看这个故事为什么这么吸引我。很多人他觉得一个笑话只是好笑而已，但是我在看一个笑话，我就觉得说，哦，人在什么时候需要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开关吧，然后他就突然间就啊，原来那么好笑，他是有道理的。我要讲一个故事，我会把那个故事先演过一遍，我会把那个故事的文学性，他哪里要抖包袱什么的，做一个记录。所以我是很喜欢写笔记的一个人，很啰嗦的一个人。我的学生看到我上课准备的东西超过他的想象的时候，他们就哦，老师原来你是这样过来的。我会在很多的有趣上面去加点佐料，不会说今天你给我剧本，我是照剧本上面去演。他有时候多到导演说，哎，你可不可以放慢一点点？你这一动，旁边人都没有戏了。不管你今天给我60分的东西、70分的东西，我一定要把它演到85分。我们从剧本上面看不到它立体的状态，那我会去假设，就像我小时候，人家讲说你要演青蛙，你要演变色龙，那我就蹲在水沟旁边去看青蛙到底几分钟会，会不会发出什么声音，然后自己会拿2只棉花棒，然后吐在鼻子上面，然后就这样，很像当时的樱花勾吻龟。怎么会有人想去演樱花勾吻龟，或者是演娃娃鱼？那是不可思议的。但是我觉得那个太好玩了。为什么有人会去弄蝙蝠？我把自己的脸弄成蝙蝠这样。那蝙蝠还有分公母，你要一张脸不要任何道具，竟然可以演猫头鹰，怎么演？哎，就把鼻子吸紧的，还要去想象那猫头鹰的头是可以360度的乱转的。那就是我，因为自己有这样子的一种偏好的乐趣，所以就乐此不疲的去做很多的记录。到现在呢，哎，我还有机会，在《封神无双》，一只拖鞋走天下，在路上经常有人多求，哎，孙哥有没有拖鞋打我一下，帮我加持一下，把我的人生业障打掉，我都不 cake 啊。那对于我们来讲，能够一生当中，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好，有那么多人喜欢你，我觉得都是一个福报。所以在菜市场遇到那些阿妈，哎呦，你也不过穿 NBA 赛，哎呦，你超级夜总会顶礼拜是重播，我拢在看，还比赛个重播啦，我不爱看哇。你会接到很多这样的一个非常爱你的一种讯息。有一次去宜兰才好笑，啊，有来楚尾山行哭啊，因为他们家有温泉，我跟观众的距离已经这么近了。要去坦诚相见了。走在路上会觉得，所有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你，就是看到家人一样。你不是那种遥不可及的巨星。我常在演讲的时候举这个例说明，我说，生命的出生的那一天，大家都说，哎呦，好棒哦。那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要走的，淡然、凄凉、孤独，那很多人讲说，你的人生这样起起伏伏，你会跟着走吗？前面有一条高速公路，很快就过去，光鲜亮丽。那很多人讲说，哎，我这个人很低调，我走后面没有人知道我，哎呀，我就这样黯然一生也可以。其实呢，生跟死，在经典里面、经书里面有讲，它其实，啪，一弹指顷就没有。我分分秒秒都在珍惜我的当下。其实，如果表演是立即在一个三角点上面，它是天秤的两端。很多人，当你很极致要用多大的力气，在人前欢乐，背后就要用掉多少情感去做平衡。所以我认识的大部分的喜剧演员，他其实私底下是没什么话。所以我觉得这辈子让你开心、让你快乐，是我的天职。然后呢，我会竭尽所能的不断的吸收新的资讯，然后在里面再怎么样堆砌出下一个城堡。任何一个艺术的一个平台都是给有天分的人，但是就要加上后天的很多的努力，无边的放大。
铁丝玉玲珑的时候，其实也让我忙到，就是忽略掉要照顾家里，忽略到公司还有很多事情要，我就觉得我好像很会赚钱，我登高一呼，然后什么事都有人处理，就到后来，节目就像一块饼一样，吃完就没有，不吃它也会坏掉。当这件事情落幕的时候，才发现，哎呦，原来我错过那么多事情，原来我忽略掉那么多的事情。因为大部分人都去追求成功成就，很少人在失败当中去咀嚼那个营养。嗯，但我获得很多，你呢？啊，这个跟中秋节有一点关系呢。嫦娥为什么要嫦娥？你看，鹅的脖子很长，所以叫嫦娥。那一般的鸭子为什么叫？因为它的脖子被压得很低，所以叫鸭。所以嫦娥跟鸭子就差在这里，好不好？很冷哈、哦，但是呢，最怕冷的是什么？是鸭子，因为呱呱呱呱呱呱。最喜欢比十三张的也是鸭子，因为咪白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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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咪。最怕拿到烂牌的也是鸭子，因为啊啊啊都是鸭子哎。